好，谢谢。花沙拉广告。带一个大肠香肠一组，大肠香肠要那些？那个婆的，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奥利。这几块的？拿那个80块，那红豆吐司。那这个呢？那个50。你哪一个？手工的鱼比较有弹性，也比较香。
个黑鲈是用狗母鱼还有白带鱼做的。大肠香肠一组70，45+2=15。里面还有那个姜片。冷热鱼，一颗25块。花生是用北港花生的，比较香一点。